同学啊，我们来看这个题目。第一小题，若 log x 等于 8.37， 则 log x 的首数为多少，尾数为多少？第二题，若 log x 等于-12.86， 则 log x 的首数为多少，尾数为多少？好，我们看到这个题目，第一题 log x 等于 8.37 等于8加上 0.37、哦、它可以拆成8加上 0.37， 那我们的首数呢就是 8， 尾数就是 0.37， 那第一题就写出来了。第二题的部分要注意一下、log x 等于负的 12.86， 那我们尾数呢一定要是正的、一定要是正的，所以呢尾数的部分要正的情况之下，我们负的 12.86 就要拆成-13加上 0.14， 那它的首数就是-13，尾数就是 0.14， 那这样这两题就写出来了。